五台视频，五台视频。来，有请我们的曹岩上场。哎，你今年是新生是吧？舞台事故，站在这个舞台上激动吗？啊，很激动，因为头一次在杜克看到这么多华人在一起。啊，再告你一个中秋比赛的小 trick， 之前说的话也能帮你拉人气、拉票，都是很有用的。而且在座的各位观众也要 keep in mind， 自己家的奖品挺可观的，所以说如果你们想敲报告的话，今天是非常好的机会。你现在心情记得这首歌吗？歌名我当然记得，但是歌词实际上可能不太记得。好，没关系，咱今天将给我带来那片海。而且最后再说一句，像刚才 DVD 你说过的，如果你喜欢听的音乐会什么的有剩的票的话，你可以联系我。有剩的票是吧？好，我会联系你的。好，大家欢迎曹岩给大家演唱那片海。